难，太难踩了。压缩太大了，太扎人。难走，碰石头，菜还挺好。这棵树还没长鸡呢，挺好。这个怕了。这鸡都好啊，说啥我也给整去。接这么多，哎，这根子都老化了。又粗实又胖乎，还没少长。这么踩才过瘾。大吃的时候正好，前几天采黄瓜香，今天采刺老牙。这刺老牙是真难采呀，它都长在这个高的地方，石剌上、半山坡上，又难爬还有难采，而且秧太老高了。你看现在采这些了，多好，又粗又嫩，可胖乎了。一会儿再往那边山坡转一转，翻过去，那边还有一小片。跟你讲，这嘎基本都让我划拉完了。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直接往那边干了。下期见，拜拜了。